继前一天捐出了11500多片 N95 口罩之后，立委蔡适应再度号召民间友人捐赠2000份的唾液快筛剂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。是因为前一阵子啊，那我们知道说市场上就是那个快筛试剂都在缺嘛，然后有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路上排队，然后后来又那个知道说，哎。我们的快筛试剂就是市场上大家在用的都是那个要戳鼻孔的，那我们自己试过觉得不太舒服，所以公司就进口了一批是唾液型的。那我们觉得这唾液型使用方便啊，不管是小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啊，在使用这个东西都非常方便，而且不会不舒服。我们这几天陆陆续续在做协助的工作，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教育处。那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同刚才教育处处长跟我们的科长所提到的，其实我们很多5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因为现在也没办法疫苗，那没有疫苗不是我们的政府不给小朋友打疫苗，是目前全世界还没有 EUA 认证的5岁以下的儿童疫苗。那在这个状况之下，5岁以下的小朋友能做的大概就是透过事先的预防的方式，那事先预防的时候快筛试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情况之下，也许我们透过捐赠唾液快筛试剂，能够帮助5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在发现有状况，在检测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更加的迅速跟做一个判断。那这个我们交给了教育处，请他转给我们基隆市所辖的各个公私立的托儿所。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托儿所就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，他们在上课的地方、生活作息的地方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也感谢这次的捐赠单位能够大力的支持，因为要一次买到这些数量的货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那我非常感谢他们。那我刚才私底下跟他拜托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继续帮我们多增购一批吼，来帮助我们的5岁以下的小朋友，让幼儿园、托儿所。在发现有症状要采集的时候，才不会觉得担心数量不够舍不得用的问题。捐赠仪式上，一心公司董事长特助黄小红亲自将2000份的唾液快筛剂交给教育处长杜国正，希望让孩童不必再忍受戳鼻子痛苦。非常感谢我们蔡适应立法委员，除了帮我们争取足够的儿童疫苗，让我们的学童都能够充分的施打以外，对于相关的卫材的部分也能够帮我们积极协调争取。除了上一次的口罩以外，这次更是针对于小朋友抗拒戳鼻孔的这种方式来做快筛的部分，给予唾液快筛捐赠了2000剂。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没有施打疫苗5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如果未来呢，我们在这边应该会统筹应用哈。如果未来这种没有施打疫苗的小朋友，他们如果身体有异状的话，都可以善用我们这个唾液快筛哦，然后来去做筛检。那除了家长比较安心以外，我们也可以确保我们学童的安全。基隆的疫情虽然逐渐趋缓，但教育处说将妥善的运用这一批唾液快筛，做好校园的防疫工作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